夏大厨，其实我一直想跟你学做菜，可以教教我吗？当然可以。所以，炊具呢？对呀，炊具呢？刘大厨，炊具呢？是啊，炊具呢？怎么萧大厨一来，什么都不见了？就是，刘大厨。 这萧阳好不容易来一回府上做菜，就不要为难他。哎呀，这里呢是少主和侧夫人的府邸，我们没有义务对一个外人友好。是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厨师都会把厨房当做自己的领地，我贸然踏入确实不妥。不会，所以呢，我也不是空手来的。刘大厨啊，您平日辛苦，我呀特意为您准备了一份礼物。 哎呀，可恶！他怎么把刀藏在衣服里的？这是我们季川人的技能。哦，这什么破刀具？这不是明厨世家萧氏专用的宝刀吗？哼，萧家后人在上，请将小弟一拜。刘大厨，你快请起。这双送给你。 这怎么好意思呢？这是我亲手做的头肴，很是保养头发。是的，是的。这是我亲手做的点心。哎，谢谢。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！萧大厨好手段呐，这到我府上收买人心来了。怎么会呢？我就是想给六少主做几道养胃菜。是吗？所以苏总管。 不劳烦你，我自己找一下。所以苏总管没给你准备什么礼物啊？别找了。我不需要。